哇，最长嘅位置足足长咗2-3 mm 左右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許以 Tiffany。 識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眼夠大，但其實我都不是太滿意我的眼睛，因為我本身的睫毛不夠長、不夠濃密，而且它是屬於偏啡色的，所以做不到那種濃密烏黑的感覺。平時出街如果有時間的話，我都一定會擦 mascara 的，但很多時候都會不小心擦出界，然後又花很多時間去調整出界的位置。另外如果睫毛不夠濃密的話，擦了就會變成一支支的效果了。前排跟個 friend 吃飯，見到他沒有化妝，但是睫毛都又濃密又長，所以就問他擦了什麼了。原來他就用了這支 Cino 的濃睫毛增長液，裡面還說有美國專利和水解角蛋白的成分。我自己之前都試過在美容院做一些角蛋白的療程，但其實價錢都不是話好平嘅，可以 last 到2-3 個月左右。其實角蛋白療程本身就是用緊你啲自身的睫毛，但如果你自身睫毛不夠長的話，做嗰個效果就冇咁明顯啦。上網睇翻呢支 Cino 嘅濃睫毛增長液，原來有很多好評嘅，仲話可以在2星期裡面令到睫毛變長啦、濃密啦同埋翹嘅，仲話可以媲美到角蛋白療程。所以今次我都買咗一盒翻嚟咧，要同大家實測一下嘅。打开包装上面就会有这个睫毛的纸尺，等我度下我的睫毛先，就咁样度一度咧，应该大概有5-6 mm 左右啦。哇，但系其实都真系唔系话好长同埋浓密咯。打开个刷头俾大家睇下先。呢款嘅刷头咧都比较特别，市面上嘅 product 咧通常咧净系一个刷头啦，然后咧就直接刷睫毛嘅根部嘅，咁好多时咧都比较容易笃到只眼。佢呢一个设计咧就比较特别啲嘅。呢款嘅刷头咧喺前面有个波波嘅海绵啦，就系放你刷睫毛嘅根部，然后咧后面有个刷头就系放你刷睫毛嘅末端，啱受呢啲短睫毛嘅人。刷落去是很舒服的，不会有揦眼夹眼的感觉，咦，挺犀利的。它每一条睫毛现在都充满着精华的水分。早晨啊，今天就是第二天的早上，昨晚刷完的时候都很担心会不会敏感啊，或者是有痕的情况出现，但是完全没有，舒服到好像没有刷过这样。这只Cino濃密睫毛增长液有两大的无添加，包括没有动物的激素，也没有着色剂这些不安全的成分的，所以它是不会刺激，也不会夹眼的，是很自然地帮睫毛增长，同时也都提升睫毛的濃密度。今日已经第四日啦，我好乖咁咧，每一日都 keep 住擦嘅 ，feel 到而家嘅睫毛咧系强硬咗啦，同埋轻轻夹一夹佢咧，就已经可以好翘啦。你睇下出咗成日街啲眼睫毛仲系好翘啦，落完妆之后都真系冇咁容易甩嘅。全靠呢支增长液入面咧有水解角蛋白嘅成分啦，令到睫毛可以保持住粗啦、强硬、卷翘啦，同埋冇咁容易脱落。真系好期待14日之后究竟我嘅睫毛会唔会长咗又浓密咗咧？终于到了第14日啦，究竟我在这2星期里面睫毛长了多少呢？现在来度下先。哇，最长的位置足足长了2-3 mm 左右，同埋发现是会真的多了一些毛毛在这个底度啦，生了一些新的睫毛出来。经过这14日里面，我的睫毛真的长了又浓密了， feel 到明显生了一些新的毛毛出来啦。我想之后如果我 keep 住搽的话都可以继续有这个效果啦，不需要成日黐眼睫毛或者出去植睫毛啦。我现在非常满意这个效果，因为是明显见到我是不是 sharp 了呢只眼。实测过程是非常之舒服啦，没有任何的敏感啦、不舒服，而且非常之方便添。还有一样，我在实测的过程里面呢还搽自己的眉毛添，因为我在眉头这些位置呢相对上是比较少毛毛的，希望在眉头这些位置呢生返啲原生的眉毛出来。所以我都非常推介大家买这一支高性价比的 Cino 濃睫毛增长液，现在在万宁和 Cino Mall 都有得买了，在万宁买还有优惠券添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